什么？我是愿望星，可以实现你三个愿望。真的可以实现愿望吗？当然了。第一个，我不想要姐姐。好的。星星，星星姐姐呢？哪个星星姐姐啊？爸妈，星星姐姐呢？哪个星星姐姐啊？家里不就是你和西西吗？来，西西，我们一起玩。不要让玩玩具，你又不是没有。你又怎么了？我的第二个愿望，我不想要妹妹。好的。爸爸妈妈，西西呢？什么西西啊？你这些玩具摆在这里，你完了要收拾啊。我再玩一会儿，我去收拾。老公，我总感觉少了什么，但是就是想不起来。我也是。没有姐姐妹妹就是好，玩的吃的都是我的，再也没有人跟我抢了，哼。爸爸妈妈去超市一下。总感觉少了什么东西，我们去超市转转。记得给我买点吃的和玩具回来哦。哦。无聊啊。这样不是挺好的吗？没有人分享你的爱啦。是倒是，不管了，继续玩。西西，爸爸给你买的小兔子。妈妈给你买的包包。谢谢爸爸妈妈。讲故事吧，去给孩子讲故事。哦，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三只小熊，一个叫小熊、棕熊、大。好了，睡觉了哈。喂！今天我们讲小发明的故事，姐姐。谁欺负你？姐姐帮你，姐姐最棒！姐姐、西西，你们快回来！对了，我还有第三个愿望，愿望星，愿望星，你快出来！我的第三个愿望是，姐姐、西西，快点回来！怎么没反应啊？快点把姐姐、西西还给我！你还给我！西月，你怎么了？是啊，大晚上的不睡觉。我的愿望星坏了。睡觉了，明天妈妈都给你买一个。你买得到吗？买不到，等下爸爸帮你抓一个。开始就有一个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，然后我就啪的给他一下。原来是你打了我的愿望星。你骗我姐姐妹妹。你必须把孩子的愿望星给他修好。西月睡觉了，西月睡觉了，来睡觉了，明天妈妈给你修啊。什么愿望星啊？我咋知道，我小孩子懂啥？睡觉。西月是咋了？还能咋了？肯定是愿望星呗。这样子下去也不是办法啊。我去想办法。老婆西月，我知道怎么去救愿望星了。真的，妈妈怎么叫？要亲情之泪就可以救愿望星了。亲情之泪？哪里去找亲情之泪啊？就是我们之间亲情感动流下的眼泪啊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嗯。老婆，我实在哭不出来，我想笑。啊！笑什么笑？救不回来愿望星，我让你哭个够。愿望星，愿望星，愿望星。七月，我怎么睡着了？愿望星，我的第三个愿望是要回姐姐和妹妹。好的，你的三个愿望都实现了，我该走了。姐姐妹妹，你们终于回来了！我们五六七八不像玩了两天吗？有那么想我们吗？期待，期待你发现我的爱。七月姐姐，我给你带了火箭炮米花。七月姐姐给你带了个功夫机。你的存在，今年的你的
因为以后可不许乱许愿了哦。是因为爱。